啊，我们的法师，哎，大家鼓鼓掌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嗯。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。谢谢谢谢，嗯。1940年的龙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是我的父亲。还活着是吧？是的。他走失了。对，他今天走丢了。嗯，你是不是想叫我看看？他还找得回来还是在哪里 是吧？对，你告诉我你在哪个中国哪个地方啊？在他现在在山西太原的武圣寺。我看看啊，你这样吧，你赶快跟他许个愿好吧？好。嗯，稍微有点小麻烦。嗯。不会这么快 找到。我刚刚已经跟菩萨讲了，跟观世音菩萨讲了，大概两天之内吧。两天之内可以找到。嗯。那我要许什么样的愿呢？什么？我怎么许愿？你许愿就是好好的广度有缘众生，让他们念经，好吧？多念大悲咒和心经。好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父亲长得也挺高的。是。我刚刚看到了。是的。而且你爸爸这个嘴巴，这个颧骨也很高。嗯。我都看到他了。是。嗯。他对台长很有信心。嗯。本来如果没有接触这个法门，他就被送到神经病医院去了。嗯。这就是在五一的时候，他和很多的那个灵性众生沟通，被他们控制了。对，所以不要去跟灵性沟通，因为我们没有能量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嗯。他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太原的武圣寺。武圣寺里边是吧？对。嗯。武器的武，胜利的胜是吧？圣人的圣。圣人的圣。嗯。武就是武装的武是吧？武装的武，圣人的圣，武圣寺原来是供的是这个关公、关帝菩萨。看到了。好了，我已经给他放意念了，嗯，我叫他回到武圣寺去了。感恩师父。好了。另外。麻烦问一下，我们要替爸爸念多少张小房子？108张。放生多少？放生先放600条吧。你爸爸有一点点肠胃问题，便秘。对，很对。好啦，谢谢啦。谢谢师父。